Hello， 开一下车窗。门打开啊。推门啦。给你漱口了，看你现在要不要撤。不要吹，我就给人家拒测单开呆。你呆抓，想加美加告考，你抓可以。告知你拒测的权利啊。哦，第一哦，罚款90000元罚款呐、啊。啊，第二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啊。第三吊扣驾照3年不能考领。第四此次交通安全讲习啦、啊。我先跟你告知，啊你如果是拒测或者是消极不配合哦，都是算拒测啦吼、哦。先跟你说啦，这样拖时间也是算拒测啦。好啦，笨笨的啦。这笨的，这笨的就超过啊。啊，你笨，你要笨不笨呀？你不爱笨就该拒测啊。啊，你行行来超过，啊超过过来开车，这我该改吗？为什么你我起来啦？干啥？紧笨笨的啦哦，卖拖时间。没有话说啦，我刚刚喝你们下水了，对，那漱口就漱过了，给你漱过了啦，哎，没有，我确定我注意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喝，喝完你要漱过了，你要怎么喝？超过15分钟也给你漱口过了，我今天滚了，一个翘腿又很乖，来，快点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他再这样吃就直接我家到派出所开单了，我叫你停，你再停啊，来，先深呼吸。来大一点，大一点。来，重新，你刚刚漏气了，来，小心啊！你舌头不要堵住它啊！我要堵住它。好、啊，你深呼吸。来，涉嫌公共危险罪啊！你得保持沉默无序，为自己意思为陈述。你得选辩护人，如为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原住民或其他一般应得请求法律服务者，得请求之啊。